疯狂滑雪去哈，我们是在7月4号到8月23号，为期有51天，在卓玛奈农场的樟树步道哈。那我们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滑雪道300米啊，它是巨无霸充气式的啊，充气式的。那我们在这个在玩的时候，可以用滑具辅助性的哈，做这样的一个滑雪哈，非常的有趣。那你也可以身体直接滑下来啊。那最近呢，我们都很注重这个安全啊，安全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这个用充气式的这个滑雪道哈，可以说它是经过非常安全的一个设计啊。那我们也那个特别加强了哈安全人员的一个控管啊，我们本来有三十人的一个那个安全人员的一个安排，现在加强到大概有50个来做这样的一个加强的一个啊加强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服务哈。那除了那个巨无霸的这个滑雪道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设施啊，像我们也有水上的脚踏船、碰碰船、汽水世界啊，那也有那个免费的这个水球大战啊等等这些哈，在为期51天里面呢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安排。那也有我们台南的一些小吃啊。那在这个巨无霸的这个滑雪道特别要加强啊，我们的这个设施呢是在我们的樟树步道树荫底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啊。所以在那个玩这个滑雪的时候可以说那个是在阴凉的一个树荫下啊，比较不会那么热啊。那再来就是那个它的整个一个这个设施呢，我们是分成两段式的啊。第一段呢，我们有11米高的这个滑水的一个这样的辅助的一个滑水台，下来之后呢，我们第二段是一个7米高的哈。那在滑下来之后呢，总共两段式是300米啊，有300米的这样的一个滑水道，那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玩。那我们也特别注意这个安全，所以希望来我们卓玛奈农场啊，那个参与这个巨无霸滑水道跟我们2015哈那个台南疯狂滑水节的这个嘉年华这个游戏呢啊进来的那个我们的民众啊，都能够玩得安全又能够玩得有趣哈，这个是我们这个活动啊最主要哈，那个今年这个安全上也是特别的一个加强哈。